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龙青。我刚洗完头，头发还没有干，像不像那种90年代的一个韩国的组合东方神起 or HOT？ 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的，你们应该不知道啊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准备画一个妆容，只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就是银色的眼影，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黑皮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，可能是未来的吧，我们来尝试一下。今天有很多没有用到过的新品，跟大家开箱使用一下，看一下是个什么效果。最近我所有的视频里面，大家都说我特别温柔，咋了？温柔不好吗？你们就得让我凶一点，但是我凶不起。行，下面用到的是维哈娜的这个妆前什么？哑光轻柔妆前乳。妆前乳好像也是个 mini size， 不知道啊。三三说特别好用，我就买来了。这也是第一次使用啊，希望它不要搓泥。把它搓开。哦，香。不是那种乳的质地，而是那种霜的质地啊。保湿妆前乳，行，它不是乳，它是个霜。Rihanna， wake up。哎，确实是有点让毛孔收缩那种感觉啊，确实有一点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打粉底液。粉底液呢，之前我用的是 Planner 的那个粉底液啊，这次用到的是 Urban Decay 长效遮瑕哑光粉底液，两个非常深的色号，一个8，一个11。看，先用最深的色号，11号色，直接上脸。就让我有点害怕，好黑好红，好巧克力哦！直接开始做修容，大量的挤，哟，耳朵也不能放过，好红好黄，好可怕，一定要把它铺盖均匀。现在呢，拿出我们的8号色来做个提亮。提亮好像没有什么用啊，好像有点用。把眼线，我的眼周，把你的下巴，把你的脸颊。其他边缘地方你就轻轻的拍打，让它柔和一点。OK， 现在呢，要脱衣服了。村姑回来了，咱俩点在我们额头上，你额头不够亮，印堂发黑了。接下来呢，继续使用11号色。讲究啊，连耳朵都要打，后面我就画不到了啊，就糊弄一下啊，对，就给它糊弄一下啊，要糊弄到肩膀哦，我坐近一点你们就看不到了。浪费粉底液，真的是画一个妆用一瓶粉底液，厉害，有钱。看什么看，没见过玫瑰。 OK， 接下来呢，我喝口可乐。现在呢，底妆打完了，就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定妆。定妆呢，我就要用到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高清定妆散粉。好久没有用到你了，我记得我刚从学会化妆开始就一直用这个定妆散粉，但是好像已经有半年没碰过它了。头皮都是白的，假装看不见啊，你们。散粉也是，可能定完这个妆一盒都没了吧。第一次给身上定妆，哇，这里的粉底没有打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脸上打匀就行了，你们不要管下面啊。OK， 定完妆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画眉毛。眉毛呢，我们用到的是 Crocs 之前的版本，老版本的这个，你们买不到的这个版本啊。新版本我虽然收到了，但是我不想用，一个稍微浅一点，一个很黑的。然后我用 NYX 的这个保湿喷雾啊，喷点在上面，使它变成一个湿的眉膏，蘸取纯黑色。镜子也是够脏，画一个超级黑的眉毛。画得黑黑的细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，哎，这样子会不会一直很凶巴巴的很讨人厌啊。好细，好喜欢。要再画一下眉头，看到没有，是它有这种感觉。不能笑，
好丑啊，我这个发型，我的妈呀！眉毛呢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画眼妆。这个眼妆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在下面打一个白色的底。一般如果你画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的话，你需要打一个底啊，打一个稍微白点的底，它才会更显色。我现在的眼睛呢，完全已经是一个很干燥的状态。我试着画一下一个银色的一个眼影吧，不做 car crease，不做截断，不粘假睫毛，怎么使这个眼睛看上去是我想要的那种科技感？首先呢，我现在手里面有两盘眼影，一盘是我前一段时间入的这个。小马哥的这个 Mark 什么什么，Jeps Dunn，OK，小马哥的这个眼影盘啊，还有一个是 CS 的眼影盘，里面有颗这样子的银色，这两颗银色的质感完全不一样，这是 CS 的，然后这个是小马哥的里面这个偏紫蓝的这一颗，很高级的这个配色，里面因为有很多很多五彩斑斓的闪片，这个感觉。我看我要怎么搭，是要画单色还是需要晕染？现在给我5分钟想一下。我呢选择不打底了，等一下不要打底啊，直接来铺这个颜色。CS 的这一颗银色非常炸，非常喜欢啊，这个质感非常好。然后用一个这样的小点的刷子，眼平刷铺我们的眼睛。哦，这颗直接没有打眼部打底都能这么小。我试一下，在这个刷子上喷点水来试试，因为我害怕它飞粉下来。直接可以当做眼影膏使用，哦，可以，喜欢喜欢喜欢，来画这边。OK，我累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Yes，接下来我在我的下眼头这里。稍微的画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对，不要什么。接下来呢，我将用到 Kat Von D 的，这个也是新买的，它的眼线笔，然后是这样子的刷头，不是那种细尖型的，而是有一小排这种。OK，不知道，反正勾了眼线非常好勾。现在呢，我画一条眼线，结果在银色的眼影上画不了眼线啊，翻车。确实是这个样子啊。好的，画不上去。啊！我将用眼线膏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联动清，你真是废物。好的，我将用的还是这个美宝莲的这个持久魅影眼线膏，这个就能画上。好脏啊，干空调。我们来画一下这只。现在呢，眼妆基本上就完成，然后眼线也画好。接下来呢，来修容。我刚刚找了一下我手边的修容盘，没有任何一盘修容就是比我现在肤色还要深，所以我拿了一盘这个 Kat Von D 的1、2、3，OK，不知道多少色的那个眼影修容盘，这颗颜色该怎么修容？小心一点啊！OK。镜头里面感觉我的鼻子歪到这边了，但是并没有啊，空气的原因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歪了？没有啊，它并没有歪啊。OK，然后呢，我们来修容，还是占据这个颜色啊。正宗的印堂发黑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颜色做一下提亮。也不知道他真的有没有做到提亮啊，不知道。OK，fine，下部呢没有腮红。现在呢，我去戴一下隐形眼镜。现在我戴完隐形眼镜回来了啊，也是壮壮的。肯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壮壮是谁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呗。接下来我用的是 Urban Decay 的睫毛膏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做的这一步是来做高光。高光我用到的是 Morphe 和，哎，这是跟谁的联名？我认识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名字。Primer Rock 应该是里面的这两颗，看到没有？这两颗，我们拿 Rihanna 的这个刷子来试一下啊。打多了，干多了呀。因为这种黑皮上打这种高光很明显，然后我们的眉弓骨。还有一点点，我们的鼻头，还有我们的下巴，
木台间楼。OK, fine. 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涂嘴巴。我刚刚在找一颗适合我这个眼妆的口红，试到了一支金色的 Kat Von D 的 Damn 十周年纪念款，从来都没有用这支出过镜啊。然后我还找一个底色，结果发现，不用底色，直接涂。我好佩服我自己啊。这几颗粉刺打了高光以后特别显，眼看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也不戴假睫毛了，今天的妆容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去戴下假发。今天妆容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喜欢这个妆容哦。 Yes OK What's good 像我们这种人瘦的画这种黑皮就会显得更瘦，没有那种黑人韵味。但是 I don't care, I'm skinny, I'm rich and bitch. So today 这个妆容就到此结束，我要撤了，再见。I'm in heat like a cat. If you want it, then you better come and get it.